玩一下下，因为我奶是漂亮的。强强欧洲大解放，自豪内内是漂亮的。OK。强强真的脱啦！日前他带妈妈和团队去西班牙度假胜地伊比萨岛旅游，先是体验临时瑜伽，接着挑战欧洲最大天体营。他鸡鸡很大，他躺在他的大腿上。他年轻的、啊，身材好。换你裸了，换你为这个海滩做点贡献。哇，轻轻的吧，可以。可以吧？快点手举起来。在这不要倒，我会看到。不要拍到我很奶。有看了，看不到。现在什么感觉？特别的感觉，就有点像看我的感觉。自由的感觉吗？还蛮自由的。你有跟人对到眼吗？有啊，因为我的奶是粉红色的。大家没有图，没有真相。他们很开心。刚刚那群服务生对我比赞。好了，你再走到那个啊，走过去，走到底。再玩一下下。是真的很自由。因为我奶是漂亮的。是习惯了。嗯。大家都觉得你很酷。有他们说不错，大家都在看啦，看什么？大家看你女儿，大家都在看我的奶，看你的奶不是看你的人呐。我觉得还蛮健康的呢，反正你刚开始那种害怕，一定都是因为自己的心态不习惯这种天体的感觉。可是那种天体感觉，当你熟悉在一两分钟后，我跟你讲很 OK， 会上瘾。我觉得会上瘾，解锁成功，天体营有跟着一起裸哦。最后强强一行人还连嘎两场 party， 喝到超级呛，开心吗？才刚进来半个小时不到吧，就变这样。要换主秀上场喽！好不容易很多漂亮的了，有化妆的，然后出来都垮掉的。大家留言，现在漂不漂亮？